引发热议的第29届金鹰奖刚过去没多久，第24届华鼎奖很快就要到了。昨天网上曝光了这一届华鼎奖的入围名单，在剧作方面，《和平饭店》和《归去来》一同以5项提名傲视提名榜单。在演员方面，入围阵容真的是相当豪华了，并且绝大多数都是演技实力派演员，像最佳男主角的人选分别是陈坤、霍建华、柳云龙、张嘉译、夏雨，都是大家平时非常喜欢的男演员。此外，最佳女演员的入围名单则是陈数、唐嫣、刘涛、佟丽娅等才貌双全的女神，也让人非常惊喜了。而你们超爱的领袖夫妇邓伦和杨紫，此次也分别入围了古装题材最佳男女演员。前几天在微博上被大家疯狂心疼的小葡萄杨紫，这一次要 PK 的是叶将军马思纯、凤之薇倪妮、扶摇杨幂，还有魏璎珞吴谨言，个个都是今年大热剧的女一号，竞争相当激烈呀。网友们看到入围名单纷纷表示很放心，这一届看起来非常靠谱，到底谁能最后拿下奖杯笑傲华鼎，那得等11月9号的颁奖典礼才见分晓，不知道你们想要 pick 谁呢？